绕不开的安卓税，原神上架应用宝，7:3分成瘾网络热议，中小游戏商能效仿吗？虽然 Type D 站、抖音、快手等成为游戏厂商寻求新流量的平台，但是由华为、UV 等手机厂商组成的硬核联盟，还是国内硬核开发者胆量过的。以往平台上架，游戏研发商需要接入平台的 SDK， 使用平台的用户体系和充值渠道。上述游戏行业从业人员告诉记者，在产品已经获得极大商业利益的情况下，当初坚持不上渠道，以获取更多利润的前提条件已经不那么迫切，更多的用户才是现阶段的考量。